兄弟们，看我这道桌上的血条，是不是比你朋友的脸皮还厚？来看一下属性面板，好家伙，生命值直接突破28000，而且这个血量还不是花架子，它还有1000多的物抗，600多的法抗。注意，这还没完，因为我血条上还有一个1500的魔女护盾，我技能上还有个1800的救赎护盾，我受到控制还有一个2400的冰甲护盾。如果再算大招护盾的话，这个钟馗是不是能扛将近30000伤害？这就是最高打上12000战力的国一钟馗，开发的超级钢铁流钟馗出装。来看一下具体出装搭配，辅助装选择敬畏加救赎，因为钟馗抓人能力有余，保人能力不足，敬畏加救赎可以弥补钟馗保人能力差的缺点。鞋子前期选择几把鞋游走开节奏，后期选择抵抗鞋减少控制。物抗装选择冰甲，主动技能眩晕可以确保大招命中率，被动技能受到控制可以提供护盾抵消伤害。因为钟馗开大太容易吃控制了，并且冰甲的护盾跟生命值挂钩，而钟馗恰好是峡谷生命值最高的英雄。魔抗装看情况选择，对面法师擅长远程消耗可以选魔女斗篷，对面爆发伤害较高可以选择永远守护。最后一个格子选择霸者，因为钟馗开大就挨打，霸者可以提供续航，同时霸者的超高生命值还可以大大提高永夜的回血量和冰甲的护盾量。大后期如果对面控制不多，可以将鞋子换成爆裂，照样拥有500以上的移速。这就是超过20000血的超级钢铁流钟馗出装，喜欢玩钟馗的小伙伴赶紧去试试吧。